怎样？肚子饿死了？加班费了？
明天早上七点玻璃扣啊，那你们可以睡一个八点半结束早餐。我们家端来帮忙，太酷了，真的。你看嘛，好。好，火锅险，快火锅险，被呛下，然后请赶快反击啊！没关系，前两个礼拜在台东已经睡两夜了，度过了。他被休息了 ，OK 了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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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到隔壁桌来，自我介绍。好，这来切掉。来，离三十三勇士。说两句好。下次再来。
十万学院，是华联师范学院。那我接触这个车子，大概是我的师傅，吴立浩，吴师傅，哎，站起来大家看，他是我师傅，他是大我们这个编码。帅哥两个人抬头，一定要抬帅哥。你看那个长头发那个时候比较帅。